前方掌声，他就让江路说话。各位福建的同胞们，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小妹早上到 office 的时候，到办公室的时候，小妹收到有40张这样的卡。小妹相信有很多人跟小妹一样，都有收到这一张，对不对？他第一例，比较谁上班 office， 谁推吗？里面是这一张垃圾，他讲，那么啥呀，我喊妈垃圾，我的名字叫垃圾，祝大家身体安康，也希望你们都拿到了500令吉。当然，立了一呢，念个大阿爸，念个大，那么啥呀，我喊妈垃圾，我哈拉卡安达达拉卡达斯哈斯加查。adalah harapan saya juga bantuan BIAWN telah diterima oleh anda. Ni kan, kita kuasa sejak itu, ini terpakai ulur. Sudah saya cuci saya ke sorban, yang di pakai ini ada dong si. Ini adalah suai dari tiang lain. Ini adalah kita orang min dari tiang. Kita orang min dari tiang hang tiang. Kita orang dari lain. Kita orang boleh lihat. Dari sang ke yue. Kita orang 已经花了
钱，如果国家有赚钱，用这个赚取的钱来分给人民，那么我们也为他值得高兴。就像滨州政府，他能够用这个国家他的州属所赚来的钱拿来分给跟渔人民一起分享，他让每个人民的分不动还让同意每个当地最可怕的人呀，不是让你带来他的污染污染，这都是把日常一面全都引来每个普通的人Yeah.
不一定，所以来谢国神。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看到国政的失败，他们怎样执政，就看我们的教育水平。如果你们要你们的孩子将来能够不用还这个政府贷款的话，明年就是你们的选择。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欠着这个 PTPA 贷款，安华如果明年执政，安华去当我们的首相，当他当首相他就会宣布把高端 PTPA 了。阿内国民达到达到达人要么当阿内国民阿甘加尼不得当的去然后也不当妈的阿甘也能我们当然了 PTPA 阿甘你把他干所以我们当阿甘当我们来这不出妈的，你们要你们的孩子我们看到在我们国家的执政下，我们的教育水平很可怜的，一直滑落。还没有转型之前，我们的马来西亚大学排名100名，南技越转越不行，转越转到400名还不到，现在排名480名。如果国家再继续执政的话，我看转型再转2年，那个转到1000名，你都找不到马来西亚大学排名在哪里？哎，老娘的，喂，老娘啊！你看，这个政府我们不能够再要了，我们要拯救我们的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我们子孙的，我们一定要救救他们。我们照这个依据加大奖，2019年，如果国家破产，你们的人民的钱再有钱都。如果国家破产的时候，等到那时候，乌头马华可能会交回给这个明年，那时候已经是太迟了，交给明年可能也已经太慢了。所以这来届国选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给他们不是说我们没有给他们机会。Bukan cara kami tidak pernah bagi mereka peluang. Kami sudah bagi 56 tahun. 我们已经给他们56年了。他们能够做的都应该做了，不能够做的就应该给明年一次机会。人民，你们愿不愿意给我们明年一次机会？5年的时间够了。如果明年做的不好看，请老鬼嘛，请老鬼过明年。5年要腿做不好，我这个民主政府人民做主，做不好赶赶换，这才叫做民主制度，谁做不好谁就应该退位，这是应该的。所以各位在这里小妹再次呼吁所有朋友，如果你们有朋友在外面还没有买机票的，还没有订机票的，希望他们能够快快订一个机票回来，为我们用手中的一票改变我们国家。
So, kita tidak boleh benarkan kerajaan barisan nasional untuk memerintah negara ini lagi. 我们不能够再继续的让他们这样执政了。这个再被他们抽去的话，我们人民的负担会更加的负担，尤其是低级跟中级的人民负担会更加的加重。当巫统修复这个 GST 的时候，消费税的时候，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的国政领袖站出来来维护我们的公正利益，对不对？这代表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树头乌龟，根本都没有维护我们人民，要的就是照顾自己的口袋。这时候，国政政府拟定是4%的消费税，当然。选举过后，如果他觉得4%太低，那么他可能会增加到6%、8%，那时候我们库也没有用了。所以各位同胞们，来届的选举就用你的手中一票。当然我们知道来届的选举是非常安全的选举，不容易打的选举，但是你要记得，人民的力量就是我们的后盾，我们一定要靠着你们人民的力量一起来改变，好不好？好。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每次上台都说并州政府做得多好，我们明年不是只会说不会做，因为我们已经有4个州属在明年的执政下已经做出成绩给大家看了。林光英在还没有在上台之前，他的州属的债务是630 million。2011年的时候，他的债务只剩下30 million，这样才是一个好的政府，会慢慢的减少国家的债务，而不是像我们的那句债务每年增加。所以各位同胞们，我们可以问得到，为什么一个清廉的政府能够减少这个债务，而一个贪污腐败的政府会使到国家的债务越来越上升？一个国家的有钱或者是很穷，贫跟富的关键只在于执政的政府会不会管理钱。如果一个政府会管理钱的话，那么国家的钱就会越来越多。如果一个政府总是贪污腐败的话，那么国家就会越来越落后，最后被破产。破产的时候受苦的是谁？我们人民，他们哪里有管我们什么？如果这一次明年执政，明年能够做政府，我们第一个要抓的 MACC 第一个要抓的就是百毛，要把它抓起来。这个两只脚的鳄鱼不能够让它跑掉，就像张建仁之前讲过，所有的飞机场被空爆，没有人能够飞，就算百毛有私人的专机也跑不掉，除非他用水做管样，把它管样而已在水中游，所以百毛是跑不掉的。所以你们要不要看到百毛